沙沙村里有一位老农，饲养着一只金色牛和银色牛。阿伯你好，我是前几天约要来采访的记者。你好。哇，这两只就是传说中的金色牛跟银色牛吗？请问他们现在几岁了呢？哪一只？金色还银色的？金色。15岁。那银色的呢？15岁。请问这些牛一天能供给多少牛奶？哪一只？金色还银色的？金色。每天5公升。那银色呢？每天5公升。那你平常给他们吃什么呢？哪一只？金色还银色的？金色的。吃草。那银色的呢？吃草。干，你不要闹好不好？明明答案都一样，干嘛一定要问我哪一只啊？你耍我？没有，因为金色那只牛是我的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那银色那一只呢？也是我的。翻开覆盖的现金卡，记账小本本。记账小本本。每一次你跟我借钱，我都清楚的记在这本小本本里，只是你想赖也赖不掉了。